就有责任心有担当吧，但是最重要的要是疼女人，要会心疼人。就是女人可能比较注重精神上的东西吧，有钱没钱也不是特别重要，因为现在大家都有能力去挣钱，女性现在比较独立。但是作为一个男人的话，你不但就是需要会挣钱，更需要会疼女人啊。最基本就是人品要好，然后有本事的话，我觉得就是有能力，然后有上进心，然后要善良，对父母好，对自己的女朋友好，比较理智，然后比较聪明的吧。我觉得比较聪明的话，他会一直不停的前进，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样，人生比较有意思吧，就是积极向上一点。